国际比赛台湾学子再度创造佳绩。建国科技大学美容系学生参加2020 HBC 世界杯发型美容美睫美甲美艺文创国际比赛，南瓜大专模特儿组前四名，美容系曾泰师更荣获世界晚宴化妆组冠军，张明珍也荣获世界创意包头组冠军，展现建国科大师生优异的学习成果。就是以中国的红色然后下去做，然后有点喜气的感觉，然后衣服以肩饰还有头饰都是我们自己设计亲手下去做的，还有指甲都是一个一个慢慢做起来的。对，你是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？走复古，然后又跟现代结合。其实我们美容系非常重视学生的技术，那除了技术之外，品德也是很重要。那所以我们会请我们的老师带着学生一起来练习。好，那除了老师会把技术交给同学之外呢，他们也会告诉同学说，哎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自身，好，然后把这个做到最好。而且还有学长姐、学长，他们会把自己的技术也传给我们的学弟妹，那让他们有一个经验的传承。那经验的传承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每一届每一届的比赛都是让同学有更精进的一个部分。那每一届的主题的出来呢，都会让他们有不同的一个表现，所以同学在这几年里面所学的东西应用在他们的创意上面，他们可以发想出很多很多不同的，加上学长姐的帮忙，那让他们能够更稳定，然后让老师在侧面的去做辅导，让整个作品可以很完美的表现出来。透过参加国际比赛，除了可以增加学生的世界观，也可以和世界一流的选手互相交流，为台湾争光，也让国内产学业界国际人才扬名世界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。